儿 Lily 拥有亮丽外形，这次更受到运动休闲服饰品牌青睐，成为首位品牌大使。今日官方也释出她演绎的全新形象照，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画上简单的气质淡妆，加上她招牌中分长发造型，简单却很时尚。她先是换上亮丽桃红运动套装，搭晒纤细的少女身材，接着又换上秋冬季节出镜率很高的风衣外套与披短裙，打造出时尚的大地色风格。年仅15岁，她面对镜头却一点都不畏惧，展现出唯美又霸气的一面，不同造型都完美驾驭，不少粉丝看了纷纷直呼，真的是请对品牌大使了，好想穿上莉莉同款服饰啊。